你不好画画的时候，就感觉你画到一半，就感觉你的情绪全部都没了。对，然后就很轻松、很放松的去画画，然后就越画越久，就忘记时间了。对，你就只专注在画画。这小时候家里因为蛮不富裕的，所以我想学什么其实也有点困难。我搬回来长幼虚岁两岁了，然后我事业也倒了，找工作也都很不顺利，很累，回来很多事情要适应。长幼妈妈她是因为是单亲嘛，所以她回到这边的时候是有亲有朋友，她就是说他三亲回来，在精神压力上很大，所以希望我们这边的志工可以过来这边陪伴。对，长幼，今年岁末祝师姑说，希望你自由是吗？要哦，写春联。毛笔油都很旧了。啊？旧。对，有一支好像八年了。好，还有需要什么吗？没有，就这两个就可以了。对，做大就这样啊。你看这个毛笔，我被妈妈你搞啊，他缺这两支，他这两支毛笔都已经坏掉了。是大概。我是讲，这个是，我是看外行。公必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哈哈。伊就是这个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我来麻烦你搞啊，代购两支那个好一点的。花青画在了暗面，因为花青等于他的影嘛。哦，你把它暗面所有的暗面都用花青先把它画过，哎，那个水分多一点，就是习惯。我对他的期待就是说，他能够走出更精彩的人生，借由他精彩的人生，去引领出更多像长幼这种，有才能但是没自信又内向的孩子，然后会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。又是我活下去的动力，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了。